小鹿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小鹿情感姐姐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佟丽送给女人的八句话。第一句，不要过分的在意装扮，年轻就是你最美丽的资本。第二句，不要害怕孤独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陪你一辈子，所以你要学会适应孤独。三，不要停止学习，学习什么都可以，厨艺、语言、绘画，什么都可以的。第四，不要放弃奋斗，没有人会帮你一辈子，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才最有保障。第五，学会控制情绪，命运不会被情绪所左右，行动才能改变未来。第六，不要因为爱情忽略了友情或者亲情，亲人和朋友他永远都无法代替。七，保持善良，拥有善良会让你成为最受眷顾的那一个人。八，保持自信，无论境遇如何，笑容自信才是你最大的精神财富。本期节目到此。